你说这个东西里头会有寄生虫吗？给大家验个货啊，看看咱家的老婆脚什么样啊。现在正好是吃老婆脚的季节。真能买到视频里那么大的老婆脚吗？买了老婆脚88块，豆子三盒，每盒的净含量是250克。这是来自江西脚会为了脚蛋仔爱怎么测的。说想看师傅吃老婆脚表情包，说起来的图片表情包就挺无语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粉丝们投稿的图片表情包，再让我逮到这些离谱的图片，师兄点名批评。你们是一天不把我送走，浑身都难受啊。那些经常看师兄视频却没有粉丝标签的，是不是忘记点关注了？点关注测啥你说了算。先看配料表，没有鲍鱼、萝卜、辣椒、辣椒、棉花糖、辣椒油、孜然、芝麻，师兄也饮用水和香辛料。冷冻宝鸡生肉的产地辽宁丹东，看到它的包装直接把哥们给整蒙圈了。他视频里说的是老婆脚，但买回来上面却写着麻辣鲍鱼螺。有没有懂行的粉丝给科普一下，这老婆脚和鲍鱼螺是同一种东西吗？而且它标注的主料含量是大鱼等于70%，这么贵的老婆脚不会给我缺斤少两吧？看好啊，这是去皮桂林过的。共591.1克，实际老婆脚占比78.8%。现在算下来，这鲍鱼螺和74.4块一斤，它三盒里共有26个老婆脚，这算下来一个老婆脚就是3.4块，好贵呀、啊！没想到哥们连女朋友都没有，都已经吃上老婆脚了。吃完，师兄告诉大家，他到底值不值这个价？师兄测毒，你必须得服，咕咚尝尝。口感好耐嚼啊，就像在吃那种大颗的螺丝，弹弹的很有韧性，一个能嚼很久啊，味道麻麻辣辣的，有个中辣的程度。但我对比网上很多老婆脚的价格，它普遍要高于市面上的价格，综合评价。